我来解读已经正式上线喽，欢迎大家购买哦。还有啊，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。那影片正式开始。Hey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博旭，那今天来录我们的 Happy World 手机版第一集啦。那我们第一集就是这样的开头，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像蠢蠢，但是有点不太像，因为我们是手机画面的。那我们就是开始吧，我们就先，不过先玩过了。我们现在我们第一个 Sacred Man， 应该是 Sacred， 不是 Sacred Man， 这是什么？这个。好了，一开始的话就是先当教学，开始都是教学，就是有要求的。一开始我已经有事先先玩过了，所以呢就操控起来，要求的。是要先到这里吗？这也不能太急。喂，哎呦！那你，该死！我操！我天哪 ！Watch out！对啊，我手在跳，我跳。我跳。耶啊。哎，下一关。我们第一次啊，就是第一集啊，就先玩个两三关好，三关好。一集的话就直接来拍个三关。终点，哎，给力，给个力，给力，给力。嘿，跳进去，进去！奥利给！跟蠢蠢拍的一样，声控模式游戏过关。这一关好像没玩过，力道太强，不怕换到地上没有了。鸡鸡好痛。但鸡鸡被射了，好痛！
走这边对的吧？看一下，再玩好了，这样做应该是这算是最后一关，今天要入的最后一关 ，slow， 慢下来。Yeah, hey, slow. Ba. 挂了。Ba. 天哪，一直在大意了。喂，你干啥？哦，吓到我了！哦，离老太强不把换到地上。跳跳舞，哪里？我跳，我跳，我跳。这个屁股很痛啊！这个屁股也很痛啊！然后就结束啦。喜欢我的影片，影片上点喜欢及订阅，打开二次铃铛，不要羞嘞。二次铃铛才会接收到我下一支影片或直播讯息。那每周要是不定时发片直播，还有什么问题用 FB 粉丝团、YouTube 留言区、Instagram 都还有 Discord 都可以私讯我一个。拜拜。